我们不是故意要把他们带走，只是为了引蛇出洞。 千月洞洞主的位置，你也坐了太久了吧？该换人了。哎，你聪明一世，最后还不是中了我的暗算？来人！ 杀！君主，属下愿替尊主清理门户。野人，你不能背叛我。我们约定过，谁杀了他，就奉谁为尊主。 受伤，只是为了引蛇出洞。你要是有点能耐，杀了我，也不枉费本尊对你的一番栽培。可惜你只能投靠傅楼，来给自己壮胆。不是做千月洞的奴才，就是做传奇谷的奴才。你说你活的还有什么意思？属下一时鬼迷心窍，怎知罪无可赦？求尊主赐我一死。 整天动不动就死来死去的，本尊有这么可怕吗？生命就只有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留下他这双眼睛吧，啊！尊主，贺星主不自量力，企图暗算尊主。 属下遵命。尊主，叶星主，你说我接还是不接？当今世上，尊主是用毒第一人。属下如果想玩花样的话，刚才就已经死了。答得好。贺星主人呢？他武功全废，一心求死。一定要感化他，可千万别让他死了。是。 尊主，这幅画，粗略功夫，本尊看不上，照例给石先生送过去。尊主，如果只想要凤鸣刀的心法，不如属下再多派几个人前去。萧远眼看已经病入膏肓，凤鸣山庄有个傻丫头就足够了。